梦里海底发着光，呼吸海里的营养，藏好人鱼的翅膀，陪着你在海里游荡。没你陪伴的晚上，对着雨淋许愿望，能不能把你留下在这片美丽的有我的海洋。风帆起海浪，人鱼在流浪，爱情的海洋，我们肆意生长，热闹海滩上看日落月光，为我们照亮彼此温暖胸膛，像三层日光捧在手心，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们会重新立案侦查，到时候希望你能陪我们调查。到时候一定会好好配合的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他们也来找过我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那些照片是从哪里来的？商战的手机不是都扔进海里了吗？你记不记得苏青跟我们说过？有人威胁他找商战手机的解码师。对，那岂不是有人在重新调查当年的事情？我们得把这个人揪出来。总觉得这事跟李自清有关系。明天他约我见面，我先去会会他。最近剧组不是很忙吗？怎么有时间约我吃饭？林总真不知道什么事儿，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我的脑子去哪！你怎么了？玉娇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对呀、啊。他发过誓要守护我，我是来地球找资源的。说话呀，你怎么了？我要带他一起回家，他发过誓要守护我。我要带他一起回家，我要带他一起回家。蓝色星球，本公主要征服你。我是来地球找资源的，你不相信吗？没事，我给玉娇打个电话，没人接电话呀。哎，这不就玉娇吗？我困了。子欣，他不是人，你知道他是什么东西吗？医生，我最近总是犯困，吃不下东西，恶心，头也昏昏沉沉的。咳嗽发烧的症状有吗？那倒是没有，就提不起精神，总想睡觉也没劲儿。医生，您看他这个情况，要不去拍个片看看？这个情况，你们怕是要去妇产科看看了。我要当妈妈了，你看我们有孩子了。怎么了？你不高兴了？现在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。
孩子什么时候来，我们都应该开心的迎接。可现在公司时常生气，我到时候怕没有时间照顾你和孩子。你不用担心我，他就在我的肚子里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